都甜的，都甜的，都是好的，没坏过的，这叶子都新鲜的。你自己装，自己装。好吃。自己装，不要钱的。够了就得了。谢谢。没要，快点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哈。那个，这是咱们家的橘子哈。我今天准备，摘了200多斤哈。快300斤了，然后就是到大街上嘛，准备饭的就送人，谁想吃谁拿，我还给他们准备了袋子哈，让他们打包。袋子拿出来看一下。有袋子啊，咋没袋子呢？我连袋子我都送了。我送进去，因为我是想呢，我们这里的橘子啊，都要几块钱一斤，是不？蜜橘这都要几块钱一斤，30块钱一斤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老人家呀，他来赶闹子的话，赶集的话，他是舍不得买的。我就寻思，我送200-300斤，就到街上去摆着哈，不要钱的哈。看一下这个，回来出吧。这个现在到了哈，那个我们把它下下来，谁要就送谁哈。看我力气咋样，师傅。不行吧？哇，这样子大不大？好大哦，是不要钱的，不要钱，好吃好甜的，不要钱的，随便吃随便装，自拿袋子装，不要钱的。啊，不要钱，我们是来做活动的，就是不要钱，全部不要钱，你想要自己装。做公益好不？吃橘子不？不要钱的，自己装。不要钱，不要钱。真不要钱，自己装。自己装。快点，那蜜橘1.5块一斤买的，不要钱的。真不要钱，真的不要钱，还送你们袋子，那袋子就白送了。不要钱的橘子，快点，有谁要吃的？小磊哥哥，你要出去发呀，你做公益。我不好意思说话。不要钱的，吃橘子不？不要钱的，随便装。随便装，谁要谁装哈。做公益的，自己拿袋子自己装，不要钱的啊。不要钱，不要钱。都甜的，都甜的，都是好的，没坏过的，这叶子都新鲜的。你自己装，自己装。好吃。自己装，不要钱的。够了就得了。谢谢。没要，快点啊。快点水。你直接装就得了，基本上都是好果的，甜，蜜橘来的。烂的你不要就得了嘛，没啥烂过的。橘子的吗？不要钱。免费的，不是现在快散闹子了哈、哦。对呀、啊。那不要吃橘子吧，不要钱。随便装。可以打包，有袋子自己装，拿走。你想吃的吗？你看这个，环卫工阿姨。现在应该快有30-40斤是没有了哈。甘蔗甘蔗免费了啊，没要钱的啊，还送袋子，多赚点嘛，多赚点嘛，那没钱多赚点，我送完我都走了嘞。甘蔗甘蔗要甘蔗吗？免费的，没要钱的，直接送袋子装，下去直接装。要甘蔗吗？没要钱的，直接装。送给钱没有？米干不？送都没要。随便取。米干和甜的，你钱你再装，没要钱的。装嘛，不要钱。现在要的是要的钱，说不要钱。看不到你是嘛的？看得到你的，我拍的。甜没啦？加钱啊！拍不到你的，我说你们是在做抖音是不是？对，抖音西瓜平台我们都发。想吃就要不要？不要钱的，随便装，送袋子，不要钱。想吃吃了好吃再装啊，不要钱。真的，人家哎呀，跟你说了不要钱。你吃了好吃，你再装回去吃，不袋子都送你的，不要钱的啊。你吃了甜，你再装，你觉得甜你就带回家吃，不要钱的，全是好果，不要钱的。不要钱了，我们是拍视频的，我们是做公益的，不要钱的。不要钱，好的。那都拿走了。
要吗？没要钱的。有。下去自己转，自己切在这转。免费的。免费的，全免费的。你觉得好吃，你就转回家吃。你先吃嘛，吃啊，觉得甜，你就转回家吃。不要钱的，真不要钱。你看现在好多人来了哈。随便装随便装，吃了好吃你们就装回家吃哈。兄弟们啊，你看马上300斤橘子马上就送完了哈。多拿点嘛，多装点不要钱的。紧的一个袋子不够就两个袋子，想吃自己拿啊。哪有袋子了？这里啊，那袋子都免费送你了，买个袋子都还要钱呢，全都不要钱的，自己拿袋子自己装哈。不好啊。没事，我们拍视频的，就是送点给你们吃，没事的。快点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，免费的橘子了啊。你可以从我袋子里。行，你把它多选的嘛，没得那都选都是好的，基本上都是好的，你剥开吃嘛，弄连点皮的也是好的。赚嘛，赚完我好下班了，送的不要钱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拿了就回去，希望你们吃的开心。免费啊。免费的，谁要谁自己装，自己拿袋子装，不要钱的，免费的啊！吃了好吃再装，不好吃就不要装。觉得甜的话就装回家吃，不要钱。米干，好甜的，要米干拉过来好甜。要买免费的，下起自己装。免费的，在的免费的，全部免费给人的。他，你还想要就买了？我想骑。想骑你妈妈骑，转就回来骑嘛。橘子免费送啊，不要钱啊，还送袋子啊。拿一铺沙地了，我三十后都背。那不行，拿一铺沙地的都送西瓜，老子都送不完。甘蔗免费的啊，不要钱啊，免费送啊。是要的吗？不要钱的。过来。这米干蛮甜的。再不够装两袋。一袋。不够装三袋。装三袋都可以。对，你装多少都。谢谢美女啊，好吃真的甜。不要钱的，随便装。没有钱的，要吗？想起自己装的，没有钱的，免费的，全部好的。你多装点嘛，要干的嘛，没有钱的，送的。你自己装，你想吃就自己装，不要钱的。你问他们嘛，全是送的了，不要钱，全是送的。好好吃的。蜜橘。你看我不是吃吗？好了，好了。不要钱，不要钱。我曾都打望过一次苍天。真的蛮甜。那我的茄子。那我的茄子。甘蔗免费送啊，谁要谁过来拿。免费不要钱，别生，吃干的买只赚没有钱的，真的没有钱的。我折起的，我直接折起的，吃干的买没有钱的，直接赚，起了好起就直接赚百个起。三年前对不起哄你们啊。钱啊钱自己赚，不要钱的，免费送。
哎，美女，过来，免费送的，自己拿袋子装，不要钱，真不要钱，快点。真的不要钱，你随便装，说了不要钱，拿嘛，送你呢。好，我的，你全部装不起的。好甜的呀，米干。我不能再装了，不能再装。多拿点，我得多赚点五个钱嘛，以后我好回客。啊，都是拿出来送给人家的，干了没？免费的，没有，免费的送不出去啊。现在的人是不是太有钱了？可能是我们镇上的人。哎呀，总有那么几个好人的呀。再说我，你看我小赖像不像个好人？我觉得我小赖像个好人，咋不像？像好人呢？那么快完了哈，300斤橘子，现在最多还有50斤呢，要不要？不要钱的，免费的，免费的。人家怕，可能人家以为人家装上了，装上了会我们问他要钱，知道吧？哎，开心了你也不去赢不到，你还不去来装？看一下我们街上好多人。我自己屋头的地，现在又收回来了的。这街上人山人海的，租给人家跟我还有，在他今天刚刚3个羊驼都是，自己选快，小妹妹自己选，免费的哈，选完了以后要叫声帅哥哥哈。那你爷爷了，这个年纪。杆子免费送啊，谁吃谁过来啊。李轩。抖音西瓜平台一样的，啊，吃不胖的李小赖。没关你，武功还得存个武功还，但是等你听。没有分头，没有分头。快点啊，免费送，免费拿啊，不要钱的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，看看我们的广西货啊，可前推可后拉，就像广西搞开发。要说点好听的，美国街印度路不如广西的桂花树，是不？好，我只是这些的。不要钱的，随便吃，还送袋子，自己拿袋子装，不要钱的啊。米干米干，不要钱的，免费送的。没还，南江国还的，那个好的好的了，还了。又不要钱，你全部装回去又不要钱，直接装就得了，没啥坏果的，哪有坏果？他那种皮子裂了，他也可以吃的，他里面没坏的。哎呦，好累啊！送了这半年都送不完这300斤橘子，现在都还有最少有30斤没送掉。快送掉了。快快了，很快送完了。小宝宝嘞？哦，你们。你们现在赶着，小宝也没开机啊。哎，这袋子有，我去送去给你送杆子，我也送袋子了。看袋子不要全部拿走了。这大妈她的心也挺狠的哈，送了橘子，她连我的那个全部袋子都想给我拿走，她还拿去转菜去了。多拿点吗？那点不够吃的，又没有多少了。清仓。新鲜了，好好吃呀，好好吃，对吧，一哥？好好吃，真的，一哥。看到旁边啊，这个杆子基本上都送完了，这个垃圾我们给它清理，是吧？这个垃圾不能扔在大街上哈，免得那个环卫工人又很难扫，是吧？啊，等一下。那个阿姨也帮着在这里擦着。接这个阿姨吧，她也挺好的，这个。好好吃呀。好好吃呀。杆子送完了，这地上的花渣咱们给它带走。给环卫工人增加负担，地道的不脏的话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橘子送完了哈，咱们现在也回家了，咱们带橘子去了哈。那个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。我们要去摘橘子。我们摘橘子去了哈，拜拜。